元始天尊邀请我们上天听道，即刻便去。清风、明月，你俩在家看守，过几天有一高僧去西天取经，路过此地，你们可将我人参果打下两个敬他，要好好款待。是。前面是什么去处？师父，那地方是一座道观。长生不老神仙府，与天同寿道人家，这倒是说大话吓人。俺老孙500年前到过太上老君的洞府，也不曾见此大话。不可胡言。哦，不知老师傅驾到，施云施云。阿弥陀佛。你们这里为何不供三清四帝，而供天地二字？不瞒师父说，三清四帝是家师的朋友，在我们这里，天嘛还可以敬的，这地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呢。你这童子讲什么鬼话？竟敢如此妄自尊大，拿大话来骗人！徒弟们，师父，快去安排行李、米粮，取些柴火。遵命。做饭去吧。是是。请问你家师父尊姓大名？
现在何处？家师镇元大仙因元始天尊之起到弥罗宫听道去了。哦，请问师父，您可是去西天取经的唐三藏？啊，贫僧就是。我家师父临行时吩咐弟子迎候，师父请先歇息，我们去去就来。这是我武装怪内所产素果，请师父解渴。哦，善哉善哉，这修行圣地啊，怎么能吃三朝未满的孩儿啊？啊，阿弥陀佛。此乃树上结的人参果，吃一个能安神解渴。不不不，请二位赶快拿走。阿弥陀佛。我们特地去园中打下两个人参果，可是这师傅不识我们仙家之宝，竟然不吃。仙果采下不能久放，咱俩分了吃吧。好吧。快这儿来，呆子，你嚷什么？哦，真有这等宝贝？俺老孙游过天涯海角，吃过蟠桃御酒，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人参果啊。要是有，可是只请师父吃，没有我们的份儿。嗯，哎，我老猪没有吃倒也无所谓，啊，就连猴哥你，哦，哼，俺老孙自有办法，你等着，俺去去就来。猴哥，我可等着你呀。
怪，明明落在此地，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想必是园中的土地给收了去了。对，待我唤他前来。土地，土地，快来见我。小神在此，大圣有何吩咐？土地老儿，想当年俺老孙吃过蟠桃御酒，也没有人敢与俺分用，怎么今天想吃个果子，刚刚落地就给你收了去了？不不不不不，大圣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能错怪小神呐。那么果子上哪儿去了呢？大圣，你还不知，这宝贝是与五行相克。什么叫五行相克？大圣别急，待我慢慢说来。这果子嘛，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，落到地上嘛，自然就不见了。真有此事？是啊，这仙果一万年才结得30个，人若是吃了，能活47000年。原来如此，是我错怪了你了，回去吧。是。什么？猴哥，你可真有办法！哦，这是人参果。哎，你怎么认得？莫非在哪里吃过？小弟不曾吃过，只是从前在天宫见王母用它来宴请众仙。闲话少说。快快给我一个尝尝！哎呦，
猴哥、沙僧，你们吃出了什么滋味？嘿嘿，你这呆子先吃了下去，还问我们什么滋味啊？我吃得快了一些，一口吞下去，也不知是酸是甜，什么滋味也没吃出来。请猴哥再去弄一个来，好让俺老猪品品味道。八戒，你还不知足？这仙果一万年才结30个，吃它一个，已是大有福分了。算了算了，去吧。人参果要吃就吃它个痛快。不好了，有人偷吃仙果。那我们快去园中查看。走。好啊，唐僧，请你吃你不吃，为什么又来偷俺的人参仙果？阿弥陀佛，那东西我一见就胆战心惊，哪里还敢偷吃它呢？哼，你虽然不曾偷吃，哪还有你的3个徒弟呢？啊，仙童不必着急，等我唤他们来问过便是。你们之中谁偷吃了这里的人参果？师父，您知道我是个老实人，什么人参果我不晓得，没吃过也不曾见过，吃了一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没吃没吃。谁笑就是谁偷的。嘿嘿，俺老孙就是这副笑脸，怎么一笑就算偷吃了果子呢？徒弟们，我们出家之人不说谎，如果吃了就赔个不是，不要抵赖。阿弥陀佛，善哉。没偷就是没偷，是吧，猴哥？师父说的有理，是俺去园子里打了3个果子，让师弟们尝尝心。如今吃也吃了，要俺怎样？嘿，明明偷了4个，却说吃了3个，这样抵赖是何道理？是何道理？你说，你说。哼，你说呀。哈哈，好小子，偷了4个，为何只拿出3个来分？八戒，你。你什么？是你背着我们先多吃了一个。唐僧，我们对你以礼相待，想不到你们偷东摸西还要抵赖，真是一伙贪嘴的贼和尚。什么？你们敢骂人？猴哥，俺老猪给他们骂几句倒也没什么，他们竟然不把你7天大圣放在眼里。哼，什么大圣大仙，是个不要脸的猴头。还我人参果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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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样还到西天取什么经？这些荒毛小子竟敢辱骂俺老孙，今天要你们知道俺的厉害。
谁也休想迟到。这贼和尚偷吃了仙果，一是犯罪，现在竟敢推倒仙树，你胆大包天！俺老孙就是这个脾气，今天饶不了你。定。你们好好睡上一个月，等俺老孙走远了再醒吧。别哭别哭，你们还不知道，那孙悟空是个散仙，500年前曾大闹过天宫，神通广大，既然是他推倒我的宝树，你们马上随我前去捉他回来，重重罚他。是。你这泼猴总是闯祸，如果再干这样的勾当，我就要念紧箍咒喽。哎呀呀呀呀，师父，默念默念默念，推倒一棵果树，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都是你这猴头干下的好事，害得俺老猪一夜没睡。人参果没尝出味道，现在肚子又饿得咕咕直叫。
哎呀，不好了，冤家对头来了。有。四个和尚都在这里。几位师父可是从万寿山五壮观路过而来，在此歇息？没有去过。我们从哪里而来不用你管。好一个泼猴，还要瞒我。是你在我观里偷吃了人参果，推倒了仙术，连夜逃到此地，还不招认。猴哥，别跟他啰嗦。呸！呸！俺来对付他。八戒，休得无礼。先吃俺老猪一耙。猴哥，快来帮帮忙！老孙来也。徒弟们，赶快住手！这些和尚都是出家人，不可用刀枪剑斧，且用皮鞭打他们一顿，与我人参仙果出气。师父，先打哪一个？那唐僧为师不尊，先要打他。是，慢来。大仙打错了，偷果子是我，吃果子是我，推倒果树的也是我，
你不打我，打他作甚？这话倒也不假。那好，就按人参果的数目，先打他30鞭子。是。还应该打唐僧教训不严，放纵顽徒撒野。打。是。大仙，你又错了。我师父纵有教训不严，做弟子的也应该替师父挨打呀！啊，这话倒也有些义气。既然这样，再打他30。什么？没事儿。嗯，孙悟空，我知道你神通广大，只是你今番越理欺人，做事如此傲慢不当，你纵有本领也难逃我手。大仙，你想把我怎样？你定要还我活的人参仙术，方可让你们师徒西天取经，否则你这大仙好生小气呀、啊、原来是要我医活这棵仙术。这有何难，要是早说了，不也就少了几次争斗吗？你若真能医活仙术，我愿与你八拜为交，结为兄弟。哦，好，请先放了俺师父，俺老孙愿意跑遍30州10岛，求得起死回生之方，保管医活仙术。此话当真？俺说到做到。好，松绑。此去几时回来？只需3天。师父，他去不得，去不得。此话怎么讲？如这猴头单独逃脱，留我们做抵押，这如何是好？八戒，休得胡言，俺老孙绝不做那不明大义之事。限你3日为限，3日不回，我就念那紧箍咒了。遵命，徒儿去也。福禄寿三星久违了，老孙拜见。大圣何来？
来此寻你们玩耍。听说大圣保护唐僧西天取经，哪有空闲来此玩耍呀？不瞒三位，正是去西天取经，路过五庄观，遇到了难事。啊，莫非是你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？你猜得倒准，可我还推倒了他的仙术，为此特来请三星帮助医术。这人参术乃是仙木之根，如何能够医活呢？那如何是好？大圣且莫烦恼，此处无方，别处可能还有。为了医术，而老孙宁愿找遍天涯海角，只是我那师父法言量窄，三日不回，他就要念那紧箍咒了。大圣放心，你尽快去求方，我们就去五庄观说情，让那唐僧不念就是了。感激不尽。只有九转太乙金丹一粒，此丹只能医活生灵，却不能医术。果树是开天辟地的灵根，镇元子是地仙之祖，我也要让他三分，你怎敢如此无礼？俺老孙受了两位童子的斥骂，一气之下做了这等错事，为了弥补过失，特来请求观音菩萨赐我医术仙方，也好让我师徒早日上路去西天取经。你既然知道做错了事，理当赔还宝树。我这净水瓶中的甘露专治仙术灵苗，悟空随我前往五庄观去。谢菩萨。双手，是。
十五，怎么是二十五个？前天来数，明明少了四个，今天怎么多出一个？日久见人心。俺老孙只取了三个，你们偏说我拿了四个，今天总算见个明白，请大圣原谅。罢了。好猴哥，俺老猪也说了你几句坏话。哦，你就当他刮了阵风。放了个屁吧。嘿，呆子。请菩萨众仙到宝殿休息，请今天在此开一个人参果会，全作庆贺酬谢。大圣请。大仙请。这一下俺老猪可以细细品尝人参果的滋味了。有缘，众仙集此盛会，我等同庆镇元子与孙悟空结为兄弟。谢菩萨。